六月六日，最美首席言论官唐总唐嫣在上海出席某品牌活动。当年唐嫣穿一袭泡泡袖条纹裙，清新雅致，秀标志性纤细麻杆腿，十分惊艳。唐嫣妆容精致，面对镜头展迷人笑容，一头披肩长卷发，美艳动人，好似芭比。在发布会上与大家大方分享护发小秘诀。除此之外，唐嫣现场与粉丝亲密互动，为迷妹亲手绑发带，实力宠粉，和粉丝们大玩背影杀游戏，暖心示爱。粉丝说道，谢谢唐蜜宝宝们对我的支持，如此会撩的唐总撩到你没？但也有网友心疼唐嫣实在是太瘦了，要多吃点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